原标题，这是东南亚最年轻的军队，流过大量鲜血，现在与中国关系很好。东帝汶是东南亚地区最年轻的一个国家，2002年5月方才独立。历史上，东帝汶是葡萄牙的早期殖民地之一。1769年，东帝汶与马鲁古都成为葡萄牙东南亚殖民地的一部分。不过，葡萄牙对东帝汶没有多少投资，地位远不如澳门，因此东帝汶发展一直没有什么起色。到了1942年，日军在帝汶与盟军和东帝汶志愿者进行了激烈的交火，日军最终成功的将盟军击败，但东帝汶人组织了游击战争又持续了一年，有4至7万东帝汶人死于日军的军事行动。在二战结束后，日本人离开了东南亚，葡萄牙人则卷土重来。日军经过燃烧的村庄，1974年4月，葡萄牙爆发了康乃馨革命，坚定维持殖民地和海外利益的萨拉查政权被推翻，新的葡萄牙政府宣布放弃所有的海外殖民地。1975年，葡萄牙迅速放弃了东帝汶，而由此带来的权力真空，让东帝汶的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 The Revolutionary Front Touring Independentist Timor Frato Im 和帝汶民主联盟 Timorese Democratic Union 爆发了内战。1975年11月28日，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宣布独立，而基于自身利益和担忧，左翼势力在东帝汶出现。苏哈托执政的印尼在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支持下，于1975年12月发动了入侵，并在1976年7月17日宣布东帝汶为其第27个省。印尼入侵导致了东帝汶的激烈反抗，人口仅有百万左右的东帝汶后来统计认为，保守估计也有 1.86 万人直接死于印尼军队的手中，还有 8.6 万人死于因为印尼入侵导致的饥饿与疾病。印尼捐赠的象征印尼解放东帝汶的雕像199。一年11月12日，东帝汶首府地里发生了印尼军队武力镇压东帝汶人独立游行的事件，事件造成250名东帝汶人死亡。这一事件改变了西方社会的态度，西方社会转而开始同情东帝汶的独立运动，很多海外组织先后出现。1998年，苏哈托政权倒台后，印尼允许联合国介入。1999年10月25日，联合国正式接手东帝汶，印尼人民协商会议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东帝汶脱离印尼。1999年11月，东帝汶成立具有准内阁、准立法机构性质的全国协商委员会 NCC。 2000年7月，成立首届过渡内阁。2001年8月，举行制宪议会选举。9月15日，成立制宪议会和第二届过渡内阁。2002年4月，举行总统选举。东独立运动领袖凯拉拉夏纳纳古斯芒 Carol Axonotismo 当选。2002年5月20日，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正式成立。西方对印尼占领东帝汶的抗议，庆祝东帝汶独立的人群东帝汶国防军 Timor Leste Defense Force 于2001年2月成立，前身为成立于1975年8月的东帝汶民族解放军。东帝汶现在实行志愿兵役制，现有兵力2000多人。东帝汶国防事务由国防安全高等委员会负责，由总统主持，成员包括总理、负责国防、安全、内政和外交的部长或国务秘书、三名议会代表、国防军最高指挥官、国民警察总监、国家安全局局长和两名总统指定的公民。委员会主要权限是就国家国防安全、军警系统运作等问题向总统提供建议。
国防安全高等委员会会议不公开，委员会组成和运作有法律规定。2006年1月，由于139名来自东帝汶西部的士兵认为来自东帝汶东部的士兵得到了更好的待遇，他们擅自脱队，时任东帝汶国防军司令的乌尔马坦鲁瓦克准将进一步解除了来自西部的594人的军人身份，这些军人以东帝汶警察阿尔弗雷德雷纳多少校为核心组建了叛军，到4月份则与东帝汶政府爆发冲突。此外，东帝汶警察与国防军也爆发了冲突，进一步恶化了安全局势。虽然东帝汶政府最终打死了雷纳多，在联合国稳定部队协助下平息了冲突，但冲突导致了37人死亡， 15.5 万人逃离家园。这一事件可以看作是东帝汶国防军艰难的从游击队转型为正规军的代价。到2007年，东帝汶国防军只剩下715人。东帝汶国防军标志2006年危机。值得一提的是，从1999年到2002年，联合国维和部队一直负责东帝汶的防务。2002年到2006年，则由联合国维和警察部队维持治安。2006年，东帝汶再度发生严重骚乱，澳大利亚组建了国际稳定部队以维持秩序，直到2012年，国际稳定部队合围和警察才正式撤离东帝汶。联合国维和部队中的新西兰陆军装甲输送车东帝汶陆军有两个步兵营，第一营组建于2001年，第二营组建于2002年，但是第二营在2006年的危机中被解散。此外，还有一个排的宪兵队。现在东帝汶陆军的兵力不清，有估计为1250人。其总部和后勤中心设在首都地利。第一营曾经在东帝汶第二大城市包考。第二营曾驻扎在米迪纳罗。但现在驻地不太确定。东帝汶陆军多进行班排级别的训练，联合营级的军事训练非常少。东帝汶陆军只有轻武器，包括1560支以上的 M16A2 突击步枪、75具 M203 榴弹发射器、125挺 FN 公司的米尼米机枪、8支狙击步枪和50支 M1911 手枪。所以东帝汶陆军极度缺乏重火力。东帝汶的狙击步枪，东帝汶没有空军，有还不能称之为海军的海上部队，主要任务是护渔、保护海岸线和维持欧库西安贝诺 非地与东帝汶主体的联系。所有的海上部队都驻扎在赫拉港 Harry Harbor 内，现在装备有两艘中国提供的62型改进型护卫艇，东帝汶将其称为 Yorko 级，分别为甲壳号 NRTLBACO、舷号 P211 和巴丹囊号 NRTLBETVNAO、舷号 P212。三艘韩国提供的虎头海雕级火炮巡逻艇，分别为加莫拿萨号 Lokmanasi、地利号 Little Dilly、赫拉号 NRTLHRA。 2017年，东帝汶海上部队另外从澳大利亚海军获得了两艘新型的卫士级巡逻艇。2011年时，检视防务周刊猜测，东帝汶海上部队人数有250人，包括60人的海军陆战队，海军陆战队被作为特种部队使用。东帝汶海军人员在 Yorko 级上接受美国海军人员训练，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